好的，欢迎回来月世界哦。那我们回到这个神魔三国志，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恶心的复活流。那其实我也没有想到，那时候我是在测试，然后看一下神旁去改一术的时候的情况怎么样。那意外的发现，居然这样的状态之下呢，那可能切100场有机会赢一场嘛。因为其实我们家那个师徒绝三也算蛮会玩，那他那个属关羽打人还是很痛，那他带的是那个熊皮部分。苍狼给谁啊？我看一下，苍狼是给我们神庞统的部分。然后可是他其实有上超敏的，所以速度来到4700。但那时候我做一个决定呢，我因为开了八门之后，我把这个郭嘉的速度往下拉，我就不要那个高敏部分，然后让我的庞统呢冲到4800来去装这个速度部分，那我就舍弃掉这个郭嘉，那我的那个月英就不用去装这所谓的那个速度，那我后来就把它改成这个朱雀。那要吃朱雀，其实月英不见得是需要朱雀。那朱雀的话，除了说我希望它有吃到它的攻击之外，主要是因为朱雀的部分它有被叠50%之后有一个那个免疫控制部分，那希望可以去破解对方的那个所谓的雷火流部分。我们来看一下整个打斗的过程好了。原则上这样的慢的结果就是说，希望我的属猪可以神猪也可以稍微再慢一点，不要那么快，快对男人就不好了。没有，你看，其实如果说再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就是守第一波的情况之下呢，原则上这样本来看起来就像输了啊，因为身旁也死了，然后君主也死了。那你看关键性的第二回合，身旁跳了起来哦。那再来的话，其实身旁在这个状态下其实是没有吃到那个 buff 的，不过呢也砸了对方一下，让对方的那个君主就死了。不过你看君主死掉之后呢，月英跟小乔又相继把这个所谓的君主跟神旁给复活，那对方的神珠又开套的情况之下呢，魔郭嘉冲过去直接给对方，就是算是有点致命一击。不过也因为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反伤的问题，反伤的太重，所以导致魔郭嘉那一下下去之后呢，就直接也回天乏术，那也幸运的赢过这一场。那你可以看到，其实关键是，其实这个战斗整个过程中就可以看出关键性的时刻，你在什么时机点复活，然后复活哪些角色，都会有一些逆转战局的契机。那其实呢，所以有些玩家会在兵法上面做配置这个所谓的还魂，或者是做复活的一个兵法的部分。那当然你可以选择是你的队伍里面会有很多支的复活角色，包括说里面可能会有那个月英、小乔，甚至说最近会比较火红会准备要出来的那个魂雕蚕部分。那魂雕蚕是好像是直接把对方的那个禁止复活部分直接无视哦。那其实像这种无视的部分的话，其实如果各位以前有玩过那个所谓的神魔之塔的话，很多东西都会开始出新卡片，会变成是无视叉叉无视叉叉，那你就知道说前面可能是在禁疗，那后面可能是无视禁疗，或者是无视被那个禁止复活这样子，或者是无视驱散，会不会走到这一步我不知道啊。那你就静观其变。那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说，那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我本来想要做另外一集，我觉得就直接就可以看到完。那你看这个部分是大概月战700多万左右，那对方的练度我觉得也算够，已经有上了超那个上粉部分，然后有强袭跟法连了。那这一场会赢，我觉得主要关键还是在于说对方的那个庞统速度太慢了。那也就是说可以看得出来，其实神庞是蛮需要吃速度的。你看哦，他的基础硬体基本上都比我的那个所谓的我的神庞要强，包括说铸魂机铸到几乎快满，13招是满的，然后又有一个超那个鸿蒙龙魂部分。那暴击来说的话呢，但我觉得啊，他的暴击算低哦，因为他已经上了熊皮哦，
那报警又才这个样子，就表示是不是对？哎呦，他有必杀。可是他这样的话，其实照这样来说的话，他的那个报警率应该要破百。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年的小柳来了，那他其实还在用这个乐音啊。那我觉得对于游客玩家或者是中客型玩家，不过他比较吃亏的是他的那个军事机还没开啊。那没开军事机的话，其实正常来说的话，刚才的属关羽跟这个君主一扫下去的情况之下呢，原则上就会让我们去掉一半的血量，甚至是直接挂掉。那由于八门开了之后呢，我们的那个整个硬度就往上做提升了，那也可以看得出来说八门的重要性。然后你看哦，眼下来说的话，神旁速度就变很重要，在第二回合直接炸下去的话，对方是直接死掉一只的。那插了那一只之后，再加上对方的神诸葛套子是先开的，我方是比较慢的，这样我们就你看一刷一瞬间就死，对方就死光了。不过在后期来说的话，越来越多只角色出现了，说不定神诸会被拉下去。那其实这样对于有这个所谓的魔国家的角色的玩家来说的话呢，会开始渐渐的吃力哦，因为魔国家除了说炼结之外，他在第二回合遇到的就是他一定要神诸葛比他更早出手的情况之下，第一神诸葛早出手，那就表示炼结不会被那个所谓的驱散掉，第二在第二回合神诸葛早出手，就表示他的套子会先开下去，那我们也有机会再透过套子的一个所谓的摊商部分来去把整个对方给做个瓦解。只要对方的那个所谓的抗爆系数不够高，或者是说他的整个血量或者是防御部分不够强的情况之下来说，你看如果说常理来说的话，他的那个抗爆应该来到破百，如果是方式来说的话，以他的等级来说的话，应该是要这样。即便这只不破百，那月音也要破百，那月音也没有破百。不过月音穿的是云豹部分，然后神华可能是穿龙恩吧，不是最新的这个白虎部分。那再来看到神珠棍，应该也要，你看也才97，就表示他在点击，我再看一下，你确认一下哦，在跨国。这里至尊不知道还在不在，小雅哇好像不在了，哇好像不在，是不是我等一下看一下有没有看出哦，这里，那这里应该可以看到他的那个地煞哦，其实地煞点啊，但我觉得像月世界的等级已经来到400多，所以他的等级240的话，起码地煞可以点到500，甚至高一点厉害的人说不定已经点到550到600之间了。那他的这样地煞的会影响他，第一影响他抗爆能力，然后还有他的输出能力部分，包括说韧性的部分都会有影响。所以说原则上来说的话，他的地煞跟天罡来说并不高，不高的话在后期来说会比较小吃亏了。吃亏的原因还在于说速度也吃亏，然后力输出也吃亏哦。那原则上这样的等级来说的话，240等，然后战力落在3600万，其实很多无氪玩家像是子龙应该也快4000，然后大眼妹也4000嘛，有蛮多无氪玩家都来到4000哦。那他这样会相当吃亏哦，会吃亏，让他的那个所谓的包括这个助火也没有助好哦。那其他角色看起来是有助的。加油是看起来是有助，好，那这里的话是12、18、20，刚好开了阵法，那我觉得也可以。然后这里开奔袭是还好，就是还好。那他的那个整个那个，基本上来说的话呢，神庞统的速度太慢，慢的话你的就吃亏，除非说你带的是，或许我在想，在思考，找时间再来。再测试一下，说神庞统在，当然它会比较适合输出型的部分，哎，不，速度型部分的这个图腾。那如果说是输出型的图腾的话，比方说像是熊皮或者是苍狼的话，到底哪一个比较适合给那个神庞统？我们可以再找时间来做个测试，这样子。好，以上是目前月世界想跟大家做分享，有关于目前呢，整个
针对这个，其实我后来阵还是有调了啦，主要是把这个神庞统拉到一束。我觉得不管怎么样，神庞统的一束还是会有它的效果出来。那基本的硬体配备好给他、哦、包括说有法力、必杀、敏捷。那法连是蛮重要的，我这里是没有高级法连，比较可惜一点。然后这里是高级机制，那其实你也可以带上那个强袭部分了。那这里的话，是因为我现在开的是猛将队啊，常理来说应该是魔关羽这一颗哦，高级不屈跟破甲部分。那原则上这样的那个神珠神庞统的话呢，基本就那个输出效益就有，再来的话就加上说他必须要给他，我觉得上五星红装不过分。然后我现在也在瞅啊，在瞅应该之后会把这个神庞统上五星红装，再加上这个助魂会一三招起码要助满，我就会有差啦。那宝物部分的话，这没办法的话，暂时先扣在这个二星而已。那原则上其实这样的神庞统来说的话呢，包括说天命已经点满，然后阵法也开，然后再加上专属部分几乎也是全开的情况之下，我觉得这样的庞统应该有它一定的输出效益出来。那你就要设法让它越快越好。那你其实现在我本身的地煞部分就点到450，那如果说你在摸金校位稍微积极一点的话，其实等级来到240之前应该要500不是问题啊，甚至说大野妹也来到600多了，我看一下，我记得好像看到600多，他就还蛮会玩的，已经4100了、啊、然后这里的话已经500多，所以正常来说的话呢，原则上你有在那个积极去处理的话，那个地煞部分应该不会那么低啦。那你要设法在这个摸金这里的部分呢，稍微的去看一下所有的玩家他的配置部分。那我其实有之前有拍过相关影片，针对于介绍平民部分。那原则上的话，我会再找时间等我整个九州可以拿下完整的那个这个奖励部分，我大概只能拿下一两个完整的奖励，然后有些是没办法完整拿下奖励部分。等到整个测试完成之后，会再跟找个时间跟大家做个分享。好的，以上是目前月世界小刚都分享有关于那个目前把神堂改一速，然后我们的魔国家拉下去，速度拉慢之后呢，它的效益有出来。那希望这个资讯呢，针对于在练魔国家的玩家会有所帮助。那喜欢影片的人，不要忘记帮月世点个赞啊！订阅中朋友帮月世订阅起来，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喽，拜拜。